他是一个巨星，然后他有点厌倦他自己的工作，是他希望可以突破，但是他的经纪人就不太允许，就希望他可以好好做现在的工作就好，就刘宇豪在家几天也不太穿衣服。Yeah， 裤子呢？我们私下跟你说，因为很有趣。对，比如说他要从河里面被捞起来呀、啊，然后呢脸上有很多水草啊。那场玩得好开心哦，我说观众弄脏一点，这边再挂一个海草。你这个人啊，好，就这样，还有表情哦，还有眼神哦，眼神也要有哦，眼神到位哦，翻白眼哦。不对哦，有人不对哦，有人错脚了。好，伟哥真的赢了，伟哥获胜，恭喜伟哥，你可以得到极道仙境的海报一张。